你看玲花咱们都熟了啊，人这各位大哥们咱也不太熟，嗯，咱今天这样，待会儿回敬酒的时候呢加一个项目，嗯，哎，这个挨个问一下，哎，您怎么称呼啊？嗯，我估计人家名字不像咱名字这么简单，嗯，这张三李四王五赵六好记，哎，要求你们要记住人家的名字，待会儿我们要抽查，谁要是说错了会要惩罚的。那就来吧，啊，岳云鹏吧，啊，我去给倒酒。我知道了，郭老师在，果然这个场子是不会乱的。别着急，乱的日子在后头啊。敢问您怎么称呼？车后一条腿。啊。你也得让人够着啊。我叫特姆吉勒图。什么？特姆吉勒图。特木奇勒图，对，特木奇勒图，特木奇勒图，特木奇勒图。您怎么称呼？布尔吉汗的乌宁巴尔。这个好难啊，这个。那您再说一遍。布尔吉汗的乌宁巴尔。布尔之金什么？布尔吉汗乌宁巴尔。汗乌宁巴尔。乌宁巴尔。乌宁巴尔。乌宁巴尔，博尔之金，乌宁巴亚，博尔基汗，博尔基汗，博尔基汗，乌宁巴亚，乌宁巴亚。小月，哎，干一瓶就躺下就完了，就别记了，别费这劲了。轮帮我记一下，拿个纸，拿个。我记了，我记了，我记着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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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脑子记不住，我就记，我记着，记着，记着。不许拿本儿记。您放心，他们绝对全记手机里。还能记着呢。陶个涛，嗯，哦，这个太好记了，陶个涛，对，什么叫陶个涛？陶个涛是吗？您怎么称呼？乌云比利格啊，比孙越高。您再说一遍，没听。乌云比利格，乌云比利格，乌云比利格，呼不渡得乃日格，哇、哦，呼不渡得乃日格，呼不渡得乃日格，对。博尔之金图日巴图，博尔之金什么巴图日巴图，图日巴图，图日巴图，我也过一，咱也过一日子，不见，不见。不是，老秦，你们是要记那边的朋友。你们记这没用，这不就搅和自个儿。那孟哥怎么上他们队去了？哥，你别记着。小妹，你们是记这边朋友的名字。妈嘞，我都记住。好的，好的，嗯，我没话了。那是。你看，游戏规则不是我讲不明白啊，郭老师也没讲明白吗？没事，他们不是不明白，他们光糊涂。你怎么称呼？我的好记，阿勇嘎。阿勇嘎，阿勇嘎，好记，我对谁好记？科尔沁，科尔沁，科尔沁草原，我知道这个。你姓不姓，小伙子？涵盖，涵盖，涵盖。您怎么称呼？我是金蒙克。我是金蒙克，我是金蒙克，我是金蒙克。阿坦苏，阿拉坦苏河，阿拉坦苏河，阿拉坦苏。我觉得咱们就是俩记，我觉得你就记这就完了啊。乌鲁吉木河，不哥，不用，我记阿拉坦苏河。查苏土，你先起来。查苏土，你先起来。博尔之金乌日根，乌日根是吧？知道了。海利斯，海利斯，海利斯，乌鲁吉木河，海利斯，我就记住这两个。坦格斯。跟恩格斯就差一个字儿，坦克的坦，哦，叫坦克，好记。我叫康特克西吉日嘎拉。拿手机。这个好。您再说一遍。我叫康特克西吉日嘎拉。康克西吉日嘎拉。康特克西吉日嘎拉。康特克西吉日嘎拉。康，我舌头都转不过来，他说。康，加尔格尔。康特克西，加尔格尔。汤特格西吉日嘎拉，汤哥，我连一遍都。汤格西吉日嘎拉，汤格西吉日嘎拉，汤特格西吉日
嘎了。啊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您怎么称呼？我叫阿斯亚。阿斯亚，亚洲的意思。亚洲的意思。好，请大家坐好。行，其实只允许说两遍。对，你们已经玩赖了。哎，请坐。不是集合目的吧？快来。那么，首先我们要进行下一环节的第一步，把所有人手机叫出来。师傅，这不是我的。快快快！是我入乡随俗，完了白记了，完了。不用管，可这我还没背下来呢，我还没背下来呢。这边有没有？没有，都没有，我们都讲规则。待会儿是有奖惩制度的，就是我一问这位怎么称呼，你要说错了，我们会有羊尾油，你们来吸一下。啊？哦。你们有吸过吗？没有，我们看过短视频上有人吸，拖在手上吸溜一下的。对，其实羊尾油在我们蒙古族的礼节上，其实是一个羊被子里面最高贵的礼节。对了，就是比如说大家摔跤，海丽，咱们分享，你记得。哎，摔跤赢得了回来，哎，就给他吸一个羊被子。哎，说，重复一下刚才说的是什么？重复一下，重复说。说的那一方应该先给他拉块羊尾，让他先吸一下。哎，不听讲。哦，得嘞，成。哦，那个戴帽子那个，对，就是他，让他先吸一下。哇，那么今天呢，就是谁？来，打开你的手，让你先体验一下小块。来，开始。别嚼，别嚼。好油啊！好，来吧，咱们开始吧。开始了。上九溪哦，是师傅，站起来。哎，嗯，那个280斤的朋友他怎么称呼？他的名字叫乌云比利格。乌云比利格，他说的对吗？对对对对对，说的对。给乌云比利格来一条，给他来两条。你好像很期待的样子啊，就现在问还能记得住啊？过一会儿吧。那你告诉我，科尔沁他舅舅叫什么？叫大草原，瞎编乱造，给他来块羊尾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来大点的啊。哦，这块不小啊。啊，我的天，我头人生第一回，人生第一回。三二一，走。哇哦！耶耶，必须赶紧咽下去，咽下去。没嚼，这不能嚼。对，嚼了腻的，吃不进去呢。还要吃啊？啊，我的天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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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要恭喜张鹤伦，他获得了再来一次奖。玩笑呢，师傅，这人好逗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哎，狗子，大，我得摘一个你说不上来的啊。戴那个白帽子那瘦瘦的那哥们儿啊。那个他最难，是他最难，他的名儿巨难。师傅，能给我稍微30秒缓刑时间吗？能给你30条羊油。哇！呼不渡得乃日隔，呼不渡得乃日隔。对。啊，那谁？谁？3、2、1，我快吃了。端过来啊，师傅！哎呀，拖在手上，叼着这头嘬。哦，好嘞。嘿嘿，真好。怎么还嘬不进去、啊？哎呦，我天！先不要回去，先不要回去。那个狗子，师傅说他叫什么？这不是这位，就刚才那位。还
还问呢。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？师傅是不是补一条？我开始切吧，切。师傅，您放我就这一次了，是不是？师傅来点大一点。他给我切的倍儿宽，是我。他爱上你了。阿宽嘛，阿宽嘛。阿宽，来来，再说那兄弟姓什么？我挑战要问别的，我都能说上来，师傅。你确定吗？我确定，除了那个大哥剩我都能说来。好嘞，从旁边这位开始。这他是旁边上脚心你都不认识了。我给他切，师傅这我得给他切，他不认识我了。来都没事了，他非得自个儿说。我错了。行了，饶了张九南了。谢谢师傅。张九西你别坐下。那个白帽子旁边穿蓝的那个哥们儿。博尔之间图日巴图。师傅我自己吃吧。哎你先起来，你叫什么名？我叫博尔之金乌日根。我不问了，我不问了。好玩，快吃，快吃，都凉了，孩子，快吃。不行，不能，赶紧咽，酒席，赶紧咽。你听我的，赶紧咽。得，外甥，你来。哎，那个戴白帽子那个。乃日格，不对，后边的叫乃日格，有后边就行了。那不成，那给他切一半吧，切一半吗，老师？呀，别切一半，这半拉还没吃呢啊！师傅，他可实惠了。哎，他挺好玩的，有包袱，还有包。谢谢。你别亲他，你就直接吸。他还在那亲一会儿，么么么，有股奶味儿，还挺好的是吧？嗯，呵，他是唯一一个喜欢的，再来一条。不是我，那边，岳云鹏，哎，是吧？你不就来一个吗？爸爸，我一个都没亲。那你告诉我，谁叫科尔沁？倒数第三个。对了，不对，错了。阿勇敢，过来就倒数第二个。嗯，好，大点，这岳哥，你这样的话，你这期没镜头了。服岳哥，这么小吗？哎呀，这个真说不过去了，真的。好啊，这么快啊？来了，从大脑袋这开始。哎呦，我就说他吧，博尔之金乌日根。哎呀，对，那你告诉我，他父亲怎么称呼？他父亲，他肯定姓博尔之金，没错吧？哎，对，那没说出来，是他老爷子怎么称呼呢？他老爷子，我哪知道老爷子？来切一条吧。这游戏都没规则的吗？哎呦，我真是。孟鹤堂，哎，好，要到我了。你先告诉我，这些里边谁的名字最难记？最难记的名字是倒数第二个。康特格西吉日嘎拉。好，那倒数第一个叫什么？倒数叫海利亚，对吗？不对，阿斯亚，对不对？我叫阿斯亚，亚洲的意思。我们都记住了，哥。我认为这条得切得大一点，对，因为连对手都知道。对，阿斯亚，小点，太大了，小点。啊！别嚼，哥，别嚼。杨九郎，师傅，我要。戴着礼帽，胸口有护心宝镜，这位大爷怎么称呼？乌里吉姆克，对吗？乌里吉姆克，对啊，哦，给乌里吉姆克来一块儿。好，秦小贤，你个表情怎么了？开心了啊？戴白帽子那位怎么称呼？查素图，大脑袋查，不是脑袋切一条。哎，我是。
必须得吃，不吃摁他去。哎，吃不吃？哎，有你们什么事儿？有你们什么？哎，出去！哎呦，张总，哎，我自己来，我自个儿来，我真自个儿来，我。饭菜没上，一直就放肥肉，放多了，顶着来呀。好了，那个茶酥图。没问题，咱得过去。不说这个了，不说这个，再来一位。郭老师，白帽子说的是我。嗯，哦，人家正经了，人家尊贵的客人说是他。我给你骗一块来，来一套。哎，伟哥打架我不吱声了，直接吸进去。好，还吃得好。哎，吃出窍门来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郭老师来一个。哎呦！哦，还挺好，是吧？棒棒的。来，刚才那一轮呢，大家玩得很开心。于老师啊，哎，谁表现得好一些？我觉得相对来讲，可能这边。那就说恭喜他们在刚才的比赛中获胜了。师傅，可我们吃的多呀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那再把羊尾巴再切点吧。错。这个你们获胜了，然后呢，奖励就是啊，他们会送你们一只羊，好不好？好，恭喜几位。谢谢，谢谢啊。